刚才针对民国九十八年起始呢，两十年来，国内发生十四件重大二小性犯罪的案件进行调查分析，发现到引致受害者态势系僵，唔敢讲出来，所以建立了解监记者的保护制度，咪系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积极来提供受害二小必要的天数。本代系学生嘅亲身苦嘅成长，无想到今年系申请抢修年嘅反应。2018年发展一间使用神经综合症嘅技能发展中心，标准一类相同嘅注重从体身前记下眼神，一啲技巧啥啥嫌底前唔同步，也过时前起面系护理师出嚟监记，将本人提到。我常常对这件事情还是愤愤不平。希望案件赶快定谳。刚才验证对九十八年今年的到1809年今年的之间，国内发生的17件重大疑似性犯罪案件来分析，发现有11件发生的好高度风，然后有6件系发生的案子机构。刚才委员表示讲，盲成年的受害者，伫面对线上也系案子照顾者，用现实来欺负家长自己，单单系对讲就唔敢讲，系个盲人来监记，惊怕家长未收到喊他太伤害。在校园当中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友善的环境支持接臂的这样的一个行为，那把它变成是一个有勇气去揭发一个不正当的侵害行为的时候，它很可能造成的后续效应就是集体长期的一个持续性的侵害。监察委员进一步分析，二十七件重大案件中，共247的受害者当中，女性有123人，男性含纳到有127人，还有年轻人增加情形。黑个某地动斧头，男性被害者200名有可能被变做性犯罪加害者。在我们的这个加害人的分析当中，也看到，其实90几位当中，很多是少男。好，那当时就当年的受害者。好，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事情。监察委员认为，在送检单位调试不同步情形下，现有的同步机制接送费无效提起，甚至连监监人未免受到动态压力，各不将案例子，也还没同地堂专家意见研究讨论出第三方生命机制，希望来减少疑似性犯罪更发生。下个新闻分享你，请做陈波涛。